大家好，欢迎收看《经典传奇》。前段时间呢，咱们的近邻印度啊，他出了一件稀奇事儿。什么事儿呢？说有位著名的预言家呀，他做了个梦，在梦里呢，19世纪的印度老国王辛赫啊，就告诉他，说是在印度王宫的地底下埋藏着整整1000吨的黄金。你现在经济不是不景气吗？你们可以拿出来用啊。哎呀，黄金还整整1000吨，那确实够震撼的。不过呢，这对于我们大多数的人来说，那也只不过是一个梦而已。可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印度政府呢，偏偏还就信了预言家的这个梦，还派出了一大帮的考古专家，按照梦境的指示呢，开挖寻宝。那结果怎么样呢？哈哈，别提了，那自然是4个字：一无所获。看完这个故事呢，宏宇估计啊，很多朋友呢都会对印度政府有意见。说这不是瞎折腾啊，梦怎么能当真呢？不过要宏宇说呀，这只能说是应了一句广告词儿：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毕竟在宫殿底下埋藏宝藏的事情呢，古今中外它也就没少发生过，对吧？今天宏宇就要跟大伙讲一个发生在中国的寻宝故事。这里是南京中华门外的一个普通居民小区，前段时间呢进行了一次大面积拆迁，那这是要盖楼房还是要建商场呢？都不是啊。看见那个急匆匆的走在废墟堆里的人吧，他呀就是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部副主任齐海宁。这会儿呢，他正带着一组专家在这片刚刚拆除的废墟上忙碌着。那有人就要问了，这难不成这里还藏着什么宝贝？这可您可就猜着了，就在这一片乱石堆地下，竟然埋藏着一位大人物的惊天秘密。那这个大人物是谁呢？大名鼎鼎的明成祖朱棣。对，就是那个抢了自己侄子皇位，还派郑和西下西洋的永乐大帝。不过呢，这位威风八面的永乐大帝又为什么要把地宫他建在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呢？据说呀，和他的生母有关。熟悉历史的朋友呢可能就奇怪了，说那朱棣他不是马皇后的儿子吗？这当口那怎么又冒出一个生母了呢？据专家考证啊，朱元璋虽然儿子一大把，事实上呢却没有一个是马皇后生的。那朱棣又为什么一口咬定生母是马皇后呢？这是有现实的原因的。什么呢？就是为了占一个嫡子的名号，好让自己抢皇位的事儿呢显得名正言顺一些。不过呢，百善孝为先啊，一向以孝道自我标榜的朱棣，虽然把亲妈的这名号给了马皇后，但是呢他也不想把自己的生身母亲呢就此撇在脑后。那怎么办呢？光明正大的这祭拜那是不行的。最后呢他想了个办法，那就给他专门建一座寺庙，让他老人家日日接受自己臣民的香火供奉吧。于是朱棣呢坐上龙椅没多久，他就下旨在南京中华门外，他挑了一个好地方建造了一座大报恩寺。说起这个大报恩寺呢，只有一个词儿可以形容，那就是金碧辉煌啊。无论是从史料记载还是民间传说，那都快赶上修建皇宫的标准了。那我们知道历史上的永乐大帝他是一个心高气盛好大喜功的主啊，这又是给自己的亲妈修建的寺庙，那龙笔一挥啊，直接就给出了一个准宫阙的标准啊，也就是说仅次于皇宫的规格，你怎么奢华怎么来。特别是位于寺院中轴线上的9层琉璃宝塔，那可是精华所在呀。不但整座塔身它都是昂贵的五彩琉璃制作的，而且呢上面那是镶金嵌玉啊，还点着140盏长明灯，日夜通明，在当时呢，甚至被称作中古世纪的7大奇观之一。不过可惜的是啊，南京这座城市呢，命运多舛啊，几百年来历经炮火战乱，大报恩寺呢也早就被毁了一个彻底。不过呢，当地老百姓却口口相传，说这个琉璃塔下面有一座地宫，里面的宝贝啊数不胜数。那到底是不是真的，那可就全看这次考古活动了。可是这才刚开始，齐海宁就遇上了重重困难。
正式发掘之前呢，这个地方已经是变成了 一大片的居民区，应该说是我们的考古发掘和拆迁应该基本上同时进行的。据说呢，这大报恩寺啊，它有40个足球场那么大。你说这么一片地方，像现在这样，你漫无目的的挖，得猴年马月才能够找到地宫的。看来啊，想要打皇家宝贝的主意，那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不过呢，齐海宁他却胸有成竹。怎么说呢？哎，他有秘密武器，那就是这本明代出版的《金陵犯刹志》。这本书里呢，不但有大报恩寺的全图，还对整座寺庙做了详尽的描述。在他的记载中啊，琉璃塔位于大报恩寺的中轴线上，而地宫呢就在塔的正下方。那么有了这张图，他不就可以按图索骥了吗？事情没这么简单。您说都已经几百年过去了，大报恩寺呢不但已经毁了，连周围环境呢那也是面目全非。你就算有图，你要。